须九名段正明，大理国保定帝段正淳之兄段誉的伯父。他武功高强，精通大理绝学一阳指，是大理段氏俗家第一高手。在鸠摩智挑战天龙寺时，为了退敌，在天龙寺出家，法号本尘，并修习六脉神剑中的关冲剑，其战斗实力略强于段延庆，但是比之天龙四绝相差遥远。段正明的战斗指数为两颗半星，综合武力75.5分，位列49位。